Unbelievable Carnificible!哇，真的太洗脑！给我丢啊！这怎么上去？西服想玩水，别靠边，这要怎么上去？上去好像很困难。啊，跳开了。好像不行耶，这设定上有别的方法。就刚刚那边那一个斜斜的角度，好像有机会跳过去而已。这个，其他太远。If I not forget, this game got people can help you up around house. Really? 还可以，好屌。斜角度跑。都行，都行。神护臂，这房贷稳定，好爽！我也好想买房。看一下，香港宅档，恭喜恭喜恭喜！走到对面去了。神护臂，哦，是。是我送的，谢谢。突然开始觉得这个旋律很耳熟，可是我自己忘记哪里听到。好远。是哪里啊？这个地方进出吗？欸，我不知道怎么取得那三个等于三嘛。强牛加油站，哇，海上加油站，酷！嗯，他刚远处不是有个发光体吗？我见，我前方有一个。发光体是什么？哦，红包哎，五万！这个好像是 DLC 才有的东西，世界各地放五万块。太爽了！
啊，那个就是箱子。哎，有一艘那个船倒得开，走前方那个看起来很酷。道道君，感觉。我拳头自己都惊啊！你是多？啊！两千。哎，有枪哎！咦，老六歪没啊？你是多大？我准刀，准刀，黑警，带动开枪！耶！嗯，所以我一定要到对面去才行吧？三个都在对面。那个船如果可以开的话，或许可以利用一下。搭乘船可以都得开一阵。咁你就要唱啦，因为 Hot Song 卡拉 OK 每张台都有麦。他是出得了海吗？不行，杀手笑笑哦，感谢。哎，不知道为什么硬是把我挤出来。你跌咗嘢喎，故意我斯斯文文唔识闹人嘅仆街。我跟超凶嘅。原来这个香港岛是有聚落的，我以为这香港岛就是一个岛，然后香港宅岛就是一个荒郊野外，这么多东西。taxi 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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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xi， 没你事，不是现在。哦，对方杨过，然后少一只手的关系吗？好远！而且它是那个，它就有一个出入口，旁边都环绕的，要去拿后面有一个隐藏的那个，好像困难。站住！下车！鲁西弗要用车，你不能不借。你们搞错啊！最好味的麵包店，好吃，無論是椰子鹹。不是啊，這個要怎麼拿？這個要開船出去拿嗎？芝士鹹、牛鹹，而是咖喱鹹，超級好吃。叫你啊！試下啦！如果可以在 Big Boss 大飯店買到超便宜的頂級名牌鞋，這個好像沒有辦法拿，因為要從港口什麼繞。啱曬你。
这里还有船吗？我刚开的那一艘不还没有？我刚开的那艘不见了、欸。哇，这个我自己游，不知道游到民国几年。风，捡一捡，找个船吧。Unbelievable！ 哦，是啪啪蒙。啪蒙那句叫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好笑。A man who never eat pak bong is not. 到底是什么？我忘记了，超好笑。Pork bun， 还是 pork bun？ Pork bun in your hand。好，背上。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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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A man who never eats pork bun is never a whole man。嘿嘿嘿嘿嘿，真的好笑，口号很屌，亮银耶！哇，这要怎么办？这个真的要……哎，这里烧船，突然发现面前居然就停着一艘船，太好笑了吧？太好笑了吧？太好开就是了。尼托拉零八七，哎，小心搁浅，对不对？突然想到那个时候有一个任务经过这边，刚好可以捡。哦，又要开哦，麻烦死。还有枪哎！嘿嘿，剩下十一个，应该全部都集中在那个中环那里了。对啊，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OK。你知道干嘛？连续杀人犯线索二：愤怒之轮、加护病房、返还玉雕像。哦，真是太麻烦！我这边存档，然后回主选单还比较快。
好，然后给他读取了，上个厕所。聊天室看这边，丢雷楼谋。
Hello。Hello。聊天室饿了吗？一定要来试试我们香港最好吃的狗头鼠面叉烧包，由江妈妈热情赞助。猪妈妈，猪妈妈。接一些警察工作吧。Can I help you？ 设定成快送道具。为什么这边等一等？哦，有了。快送道具。是一个筋斗云。First up is served by Rusty, followed by second seat from the top left, then set up from the ground. 魯西夫騎筋斗雲呢？好久没玩这个了。哎呦！小心呐！高明啊！喂，你而家要走啊？究竟开错咯？要去老宝啊！我刚一锤子揍在那个苍蝇头。打死你！可以打地上的棒子。拿菜刀！中仔，妈拿菜刀啊！好，好啊，好丢丢来丢丢！你随手可得。原来是警车经过我家外面，我还以为是游戏的声音。我站这个救命喊的很有劲儿。豆皮乌龙面，而且。Patrol is calling for backup. Suspects are returning fire in heavy volumes. We're on route. Over. Heavy volume.哪里啊？靠北，他标在后面，然后地图没显示。
哎，抱歉，不顾市民。不小心误伤，抱歉。控御用的警察无线电。这真的侧撞才有伤害。我看到一个箱子。谁呀？谁呀？不能直接撞死吗？尤其是手把这么难瞄准，我一定自己撞上去。Make sure he can talk when you're done. The chief has some questions for him. 逮捕！逮捕！打你啊！打死你啊！我操！Suspect is in custody. 我操！警民合作啊！卧底警察幽灵车都蛮酷。OK， 下面一位，还有一个工作会做。还有我的那个筋斗云呢？那里？黑警就打地了，看到了。抓人啦！啊，你怎么不抓、啊？要我弟抓、啊。高明啊，腰长啊！高明啊，腰长啊 ！How about you? You all right? 腰长啊！不知道讲什么意思。三星，好少干。嘟滴，好的，看来没啥重点了，任务都在中环呢。愤怒之轮不知道为什么是一个任务、欸、，Why？
无奈又无助，而且先去还那个雕像好了，去找 taxi 啊。的士。taxi。taxi。没有办法，路上想要有一台 taxi 就有一台 taxi。巴士不要那么轻。哎 ，taxi。我搞错。有搞错。310还可以啦，省了超多时间。I found one of your statues. A rabbit. Rabbit. Welcome edition. How are you doing? I'm fine. With the past, I mean. Your past. That's one of those questions you shouldn't ask. Is it? I guess those are the rules. But someone should ask it, even if you ask it of yourself. What are you, a Zen master now? Of course. Didn't you know? What would you like to learn? What would you like to learn? You have studied Wu Qi, ancient master of defeat. 可以把人丢出去。Student I've had who might have improved by studying in California. Too much time with your girlfriend. Only abstinence will cure you. And in your case, that might not be enough. You are raining shame on me. Please.别打了，别再打我徒弟。我要打咗你！我要打咗你！他刚才喊什么？我要杀死你吗？这么凶啊！我要杀咗你！愤怒之轮到底要不要解啊？愤怒之轮到底是什么意思？看起来像一个没什么意义的支线，可是又放在那边，让我好奇。讨债，讨债。你赢到我了，看起来讨债是什么？对，我要卡拉 OK 可以唱一下。好多支线，比较想学打架，跟多打一点，其他都还好。高参孙，Samson Gao， 感谢鲁迅不让各位今天生日才有台词。谢都打打。屌送一千嘞。又要追这个，追这个还蛮麻烦的。他酷，
parkour 也是很久。It's in your best interest if you pay, understand? Oh, okay, okay. You don't have to get violent. Give me out. 要钱嘞。刚刚两万，好少。流星坠，摔断半条腿。嘟嘟，哼哈哈哈，我受不了啦，我要开冷气啦，周周。嘿嘿嘿，热就开啊。离开，不知道什么意思。冲动。超级不妙啊！感觉，撞桑尼，感觉。哦，大陆。I've got everything set up. There's no escaping karaoke here, is there? You want to sing first?Meet the shadow. All out of love. 哎呀，见到你真系好啊！我一对袜唔会着两次噶，着完第二次咪抌咯。总之着过嘅袜就唔得啦。I don't know.哇，这个好难，这轻敲。我这个轻敲很难呢，点点点啊，点点。
Is there anything you'd like me to sing? No, thanks. Maybe next time. I should get going. 都告别的跑过来唱一首歌就走了。You want me to sit on your lap and sing for you?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clients usually want. Well, when you put it like that. 现在感觉。Let's go sing. You ready to go crazy? I'm a pro, so try to keep up. 真美洗脸霜。哎，他所以这样给家里面子。玉雕像也会显示在迷你地顶上，这么方便、啊。Back at of loving you, hit me with your best shot.Oh my god! Wu Xiping. Hello. Hey, I'm curious about a lot of things. Wanna get together later? That? Yeah, sure. Why not? 啊，超巧！为什么突然梅亚约我？啊，这个梅亚在哪里 ？Here， 对你刮目相看。玉雕像。Where's 玉雕像？差五个。我看到了，一个，两个，三个。干这啥小啊？我看到四个。这啥小、啊？都给我放在北方外海。这是两个吗 ？RF 库文写一二三，我看到三个，中央医院有一个四，找到了。看在中央医院旁边，有个 K 吧，还有在商业区下面酸下巴的家有一个，他就是他妈外海了，超靠北的。这是一个赌场，是不是？清除垃圾，嗯。我觉得拿这些东西蛮重要的，说啊，在这跟这个吴细平讲完话之后，就是解锁所有的那个了吧，箱子吧，箱子是我唯一一个最不想开的，加血跟加战斗能力比较有趣。那我觉得要先把东西捡完，不然到时候会很乱。嗯，可能先去一趟坚尼地城吧。大部分事情都在中环，你可以去中环慢慢接。这里有什么屁事要做？这个护送同伴，嗯，护送同伴，我就去中环那边把支线接一接好了。Meet the shadow. Hey, it's Wei. I need a car. A car? 得啦。搞定啊！啊 ，sorry， 哎、欸，撞坏我车嘞，小弟。Oh my god， 三七一眼界。Here you go. Here you go. 这次轿车真的方便。Sexy little boy， 那老师等一下就按一下门，和你解锁面子六。I'm in deep shit. Wait, I'm counting on you. We are both Sun On Yi, right? What's going on, man?18K all over. They're going to kill me. Can you get us a car and get us out of here? Of course, of course. Later. Later. Here we go. Shit, this is perfect. Let's go. 熊熊
中就给我起爆了。那刚好我可以去中环。小猛，这样枪很弱。还好，这周期能够。Nothing. Well, I. That's all. Then they jumped me, and I think I might have broken some guy's leg. I don't know what his big problem is. Whatever. They're assholes. 18 fucking K. Get them some other time. 让你们体会一下被追的那个人的心情。See them anymore? I think we are safe. Let me out. I can. 哎，抱歉，好像又产生了新的问题。Thanks again. I owe you one. I owe you one. Very 有面子。如果是洋人的游戏的话，会叫他那个名声。华人游戏叫面子，蛮酷的其实。小心！丢！哎，那个东西是不是对的？不错。双层巴士。电车哦，没搭过，乡巴佬啦。Much appreciated. 这样就可以赚个两万，其实也不少。Unbelievable, Cali Fishball。You have a client here？ 哦，这个好酷啊！卧底警察幽灵车。Oh, I wish I could live your life just for one day。哇，这个好酷！哇，这性能很强哎，我放了它就停。正前方两个重要物品，怎么讲？要在建筑物里面，这上去了。
这个现在进得去吗？有一些地方好像剧情的进得去。看有没有上面啊？好像没地方上去。这里这个这个，对啊，好像剧情的进得去哦。好吧，剧情限定就先不管了。干嘛嘞？丢！车真的好酷，它上面放一个警示用的那个小灯，好壮，很壮。华语歌，这种游戏听华语歌真的很不一样。加薪，加好多钱。路过的某甲，感谢。酷车，好看。人，欸，这里是，哦，看来加护病房跟这个有关哦。那个双下巴的家吧，我没记错的话，这一区好像也是剧情的。现在我能捡到的大概就是这个吧。对啊，这个一二，还有左上方这个，有三个是我现在捡得到的，因为两个大概剧情的。那我现在要怎么办呢？先把神龛捡一捡来解主线，神龛捡一捡好了。觉得我会一直很惦记着捡这些东西。这里有很多的，有很多。捡这个。最不想捡的就是宝箱。我记得当年刺客教条二三代，看到什么都要捡，捡到我还觉得游戏到底在玩什么，非常的爽。乖啦，学乖啦，搞错！干嘛？干嘛？兵符，咦？找到他导航了。下面忠贞，而且咦，咦，恭喜发财蛇靠北那里了，视觉死角。